发财。现在在闽川拿货越来越贵了，女人少得像麻雀屎一样，回到内地还要被盯上，哎，还被那些合成货挤兑。嘿，这话说的，我们的合成货怎么挤兑你了？你现在一个人充斥了大半个市场，偷着乐去吧。哎，你是光看见狼吃肉，没看见狼挨揍啊？光今年一年，我们造兵的豪华大房车被警察查了四辆，让东边的老太太给砸了三辆，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！嘿嘿嘿嘿，我跟你们提个醒啊，我刚提炼出来这批货，它的纯度是收藏级的。要是谁把这批货给丢了，我一定去告你们。此次行动是中缅联合行动，目标是抓捕毒枭凯撒。报告指挥部，目标已经确认，请指示。我们精心布局这么多年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行动中不能有任何差池，再次确认。是。查泽尼啊，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？啊，烟斗扣了你的牌啊。视力不好了，不过我有我徒弟车厘子，我可以安心休养，对吧？好了，最后一局了啊，打完了过年。报告指挥部，再次确认，凯撒在场，关键人物已确认，准备行动。是。大家高兴啊，我呀雷哥，输赢看天意，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。跟了四条，大哥红运当头，年轻人恐怕没戏喽。刘叔，不好意思，同花顺。年总算过去了，开年新篇章三件事。第一，今晚能坐在这儿长老会的各位都是家里人，话要说多了显得身份，但是这一年能够风调雨顺，再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在座各位的努力，谢谢了。第二件事情，好嘞，站起来。我建议今天晚上把阿雷纳入我们长老会。我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见我们集团的前途，有不同的意见吗？好。第三，我女儿回来了，
小公主这次没把国际刑警再招来吧？她大逆不道，还死不悔改。如果不是你们拦着，当时我就想把她崩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们父女恩断义绝，永世不再往来。她在美国十年，飘荡了十年，想要认祖归宗。这次还是她主动向我要求握手言和。说起这事儿呢，还要谢谢你，阿雷。谢我？跟我握手言和的条件，她嫁给你。刘叔，我有未婚妻。阿雷，你是立过投名状的，这事你得顺着我，有你看着他，我放心。爸，好久不见啊，田雷。六叔的宝贝女儿就是你啊。是啊，你以前也没问过呀。你们认识？那太好了。你未婚妻比不上她吧？未婚妻？你不是说过只娶我一个人吗？未婚妻就是你。但是这个地点不对。没什么不对，全都对了。女儿，等她将来正式跟你求婚的时候，把这个扳指给他套上，以后凯撒就是你们的了啊。凯撒集团今天是双喜临门，一，我女儿回归嫁人，二，扳指后继有人了啊。我知道你是什么。眼睛看到的可能是假的，用心看到的才是真的。谢谢啊，恭喜恭喜。这个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代表无尽的财富和荣耀。我们可以不要的。不该回来，我说过今天过后我就娶你。你回来了，一切都变了。我没变，我今天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平安的离开这。我爱你，爱可以包容一切。爱可以包容一切，但是不能颠倒黑白。收网行动开始。是。安全通道。对不起。现在收拾还来得及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高举双手。果真是你。为什么？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
要么放她走，要么听她的话。不会是我的女儿。小暖，别笑。你没事穿什么高跟鞋呀？你说呢？你这姑爷太差了。你看我多贴心。都几点了？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那我能在哪儿啊？跟我爸说点小秘密呗。别给我打马虎眼，过来。哦，我问你啊，今天什么日子？姨亲嫁娶，姨相亲。杨妈，你这大好青春稍纵即逝，全靠我爸身上，多亏呀。可以啊，甘小暖，给我打马虎眼是不是？我，你的化学竞赛呢？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不就一个比赛吗？比赛我就不去了吧。本化学天才哪次不是第一名？行，不去了。嗯，不去了。这个月的零花钱上缴。哎，别！这种事情咱们好商量吗？没商量。反正你别想拿我零花钱。行啊，我不拿。参加比赛啊。好。又相亲。别想让我该抱歉吧。嘟囔什么？我没说话呀，我说话了吗？赶紧走吧，赶紧走。忠诚是美德。凯撒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他们的祸怎么会掺在我谭家的祸里？哎，你说，老太太要是知道了，能让我进门吗？哥，哥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谭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小帅呀，真是挺能干的，没想到正在这暗营扎寨呢。这臭小子就知道一个人享受，一点也不照顾他这个爹。这不是喊你过来了吗？总算他还有那么点良心啊。你再说点什么就能活下来。老周咱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不是我。你太会让我伤心了。为什么？他把我儿子绑了，他逼我把凯撒的货堆在咱的货里，我一分都没拿，我一分都没拿啊，老板，我真的一分都没拿啊，老板。帮帮他，别让他惦记孩子。警察！天气冷了。
你怎么总在不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呢？你看不出我挂电话是不想接电话吗？把电话给司机。哎，老大，往回开，立刻！你听不懂话吗？不是，出什么事了？老舅，我在甘肃出事了。离开甘肃，我不说了，挂。 帅啊！哎，老太太，我出了什么事？我得算计了，明天来。应该是凯撒。也不能跟你多说了。保重啊！我爱你，么么哒。 武器，高举双手，满满的走出来！别开枪！哎，哎，轻点，轻点啊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照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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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大少帅，行止队长，好，带走。哎，轻点，都说了轻点。停车！我让停车。 姐夫，小帅，我劝了多少回，他就是不听。非要什么证明自己，咱谭家势力最大，但咱也干不过警察呀。谭家就这么点本事啊？ 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给你提个醒儿，凯撒回来了。谭家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谭小帅只是个开始，谭家当年欠下的债，你们该还了。你有本事出来当面聊，你躲在后面打电话算鸡毛啊！八九年没见了，一点长进也没有，还是那么没脑子。送你一段视频。 就到见面礼了，把这个背后使坏的人查出来，我要生剥了他。他刚才说是凯撒，就算是他，他动了谭家的人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 第23届甘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颁奖典礼开始。这次啊，你应该是稳了。小峰啊，咱们呢是搞研究的，说话要严谨，把应该去掉。有道理。
医生，八号床有情况。这个凯撒集团不是早就给拔了吗？怎么还会有他们的东西在？什么情况？喂，哎，什么？2美焦第一次充电，充电完毕。2美焦第二次充电，充电完毕。先别不做抢救。3美焦充电，充电完毕。这样，医生，你没事吧？竞赛冠军来自于赣大应用化学系干小暖。你说什么？咱警校门口的那个大肉包子，一咬滋啦冒油的那个，你每回都是十个起步啊，记得吗？香港电影《英雄本色》，你最喜欢里面那个阿杰，看了20多遍都不够，记得吗？真是邪了个门啊！你也不是老年痴呆啊。小磊，杨小磊，这你总记得吧？你总不会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吧？还行，总算还能认字儿。这事儿你肯定记得，当年咱们俩在宿舍里较劲，我一不小心从床头上摔下来，腰被一个铁片给插破，血流了一地。我们俩警校是同班同学，想起来了。哎，干活了，马队，
当年凯撒案的所有资料。叫李玲玲仔细阅读，不要漏了任何一个细节。听说咱们台局就是因为一直咬着这个案子，那跟坐火箭似的，一路升成局长。有那么夸张吗？不就是一犯罪团伙吗？哎，别小瞧这个凯撒集团，当年他坐庄的时候，可垄断了几乎东南亚一半的毒品市场，从海洛因到冰毒一样都不少。他跟一般小打小闹的贩毒集团不同，他以公司化、集团化去运营，组织严密，分工明确，核心机构叫长老会，制毒、贩毒、散毒、洗钱一条龙，具有完整的产业链。居然都弄成产业链了。当年的凯撒集团已经被端了，还遗留了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人身上。这个你还记得吗？上次的爆炸使他的大脑血管破裂，从而导致了他的前额皮质 OFC 区域发生伤害。 OFC 区域 are still orbis friend cortex understand? I don't know. 简单的说呀，就是记忆破损，使过去和现实记忆发生了混淆。具体原因呢，还要等进一步的检查才能够明确。能恢复吗？理论上讲，通过淤血治疗和持续的记忆刺激是可以恢复的。他的记忆并没有丢失，只是成了非线性的记忆碎片，如果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就可以恢复。不过这事儿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他的记忆怎么会受损呢？我看他这八年连样子都没怎么变。这不奇怪，一直以来我们在维持他机体素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，通过物理因子治疗，用痉挛激刺激肌张力高的肌群，用 FES 刺激萎缩肌群，再用 PROM 治疗瘫痪机体，这些措施现在看来都很有效。就是脑子有问题。别弄疼我。姚妈，我爸的。这可不是你媳妇儿。
他叫他妈。对。叫我爸。对。他不是我媳妇儿。对。那我离过婚。对呀。对什么对啊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啊不，哎呀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全乱了。哎，这样，我跟你说啊，他是他妈，干妈。你是他爸，亲爸。至于他亲生母亲是谁，只能问你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多亏有了杨妈。好久不见，我们认识。记忆受损，记忆受损。啊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他呢，叫杨小磊，咱们仨当年在警校的时候被人号称是铁三角，你躺在这儿这么多年啊，都是人家小磊一直在照顾你们父女俩，知道吧？没关系，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你好，我叫杨小磊，高兴认识你。啊，我……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婆婆，咱们得想办法把小帅救回来啊！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怎么救？难不成就劫狱啊？自古贼不与兵斗，以后这些荒唐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小帅没了，但是我们还有谭三和陈思栋在赣都盯着呢。虽说谭三愚钝了些，可是陈思栋这个崽子猴精猴精的，应该可以在旁边提点一下。那我们就眼看着小帅这么折了？小帅不会就这么白折的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我的孙子。那些把我孙子害进去的人，我会让他们加倍偿还的。可是这几年，尤其是近三个月，我们谭家的生意到处被人家下黑手、点黑炮。谭三从赣都传来了消息，也是小帅最后给我的一条消息，那就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老对头干的。凯撒，不会呀，那场大爆炸不是把他们长老会的人都给炸死了吗？百爪大虫虽死不僵，我不相信凯撒底下的虾兵蟹将敢跟我们对着干。要说敢做这一切的，一定是凯撒的高层。莫非是感天雷？他不是当年被炸成植物人了吗？醒了。
喂，查理叔叔，我爸他醒了。真的？不过他虽然是醒了，但他好像失忆了，什么都记不得了。失忆？是啊，我爸以后会不会连我妈都想不起来了呀？有可能他睡得太久了，你在医院陪陪他，有助于他康复。另外，我们联系还是要小心。行，那我试试吧。来活了啊！我分线任务。东子、文振，你们俩咬死前门；小姨还有那个尚儿，盯紧后门。马列机动，随时支援。龙都会所地形复杂，人员流动大，坏人要管，群众更要管，知道吗？我会看星盘的，相信我好不好？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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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六瓶皇家礼炮，我的天哪！这就6万多块钱呢！土豪，太没品了，就这 level。马丽，你是来干活的还是来玩的？来求我怎么样？目前没有意思。马丽，马丽，跟上这个人，东子上，配合马丽。明白。使劲儿，哎，再使点劲儿，对。装的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老实点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同志，我找到了。我和人都带回去。资点废了，再找下一个。老兄，张院长这边出结果了，不是很乐观。